加不了合同。可以加。对啊，上次我也。炉石传说我知道，可现在炉石传说有个单独的分类了，所以我就没有下。因为我的分类是手机和掌游嘛，手游和掌机。不炉石的主播你不知道。打多少？说乳晕都能看到，也是年轻。来，我删点好友加你们。没有好友申请啊。好多人都没有上呀。好友，哦，这个好友的头像好像胡歌呀。我都不知道删哪些好友了，这个好多都是没有一起玩过的。谁加我了？叫什么？你们叫什么？不要疯嘛，骂人的不疯，让他继续骂。他一个人骂的有什么意思啊？还有没有加我的？快点，一起开黑啊！不加我就自己开黑了。不加我就自己开黑了。没有加我啊？账号，账号是这个啊，错，这个，我们赶快加。有喷子职业，还有这种职业也是略屌啊，我看。什么仇什么怨，搞这个。没事啊，因为我也很菜。来，有没有加我的？没有的，我自己开黑了。结账表，我去。没有，我就不等你们了。在线上啊，自己比较黑黑，那叫什么？水友赛。按理说玩英雄战歌的人那么多，可是为什么玩英雄战歌就没人看呢？玩英雄战歌就是看的人好少。加了吗？哦，有消息了。是吧？好，加了，还可以加我，可以邀请我。麻生西，那个西字错了吧？你名字？游戏名字叫自由之战呀，邀请我呗。啦啦乌拉黑自己玩。Pink 来了，
从头再来吧，谢谢余文。接受了来不来？是用平板玩的呀？麻生希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熟悉，是不是 AKB48 里面的？是不是？不来吗？我开始了。3v3好像是，我并没有来呀、我刚喊了半天，等了那么久，你现在又说不带飞，让你们邀请我，你们都不愿意，真的假的？麻生希不是 AKB48 里面的吗？难道我自己记错了吗？那我先玩一把吧。不是 AKB48 里面的，我也不走。对，是的，橘梨香又什么鬼？怎么认识的日本女星好多哟，自愧不如。网上说话吗 ？OS， 他说是说的内测，其实也不是。看桃江之。这把只要队友不挂机，我感觉会赢。谢谢涂鸦大师送的鱼丸。战役将在十秒后开始。全军出。不管啊，玩那个都没有人看。而且我觉得那个太臭太长了，要玩好久，感觉没有这个好玩。还是这个简单易上手。还有没？什么鬼？莫名其妙的来上路捉我。我也是醉了。好呀，完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，妈蛋！谢谢 ARTERST 送的砖，妈的！谢谢鱼丸哟，我50岁了。